来的集团之自爱心到秀林乡和万荣乡，并且前往县议员陈美莲的服务处进行致赠，西利康2000支，西利康枪500支，防蚊液500支，企业用爱心来关怀偏乡。来的集团长期投入高科技领域，积极发展健康照护以及文创休闲产业。为了关心0403赈灾，秀林乡和万荣乡，并且来送爱致赠物资。我们这边是代表来的集团的互利精密化学。那主要就是我们可以提供这个接藻剂跟粘藻剂的部分，那可以帮助万荣乡这边的村民去进行房屋在地震之后所受损的一个修复。那主要莱德集团这几年也是在长照的这个领域非常的用心，所以我们也是秉持的集团的精神，那来贡献这一份心力。县议员陈美莲、秀林乡民代表会副主席丁立芳、水源村长洪明辉、崇仁村长李慧玲和集美村长田广珍，只是感谢莱德集团的爱心。非常感谢我们莱德集团哦，来我们秀林乡跟万荣乡来赠送物资，真的非常感谢。尤其这次0403的地震，造成我们部落很多的一些灾害，还有我们很多的受灾户。非常需要各界的协助哦，真的很感谢我们莱德集团赠送我们有关这个修补的一些用品哦，还有防蚊液，所以在这里呢特别感谢他们。县议员陈美莲表示，这次致赠的西利康2000支、西利康枪500支、防蚊液500支，企业用爱来关心偏乡，让他是相当的感动。感谢莱德集团。秀林乡加油！记者中学报道。